代沟的点。好，我离开是长这样。提贴，提贴。这个背哈，原本是这样。是不是这样？人字不变，好，人字不变，先写一横，这个过来，是不是这个？所以你这个能不能掉？不能掉哦，哦，过来以后，下面就是那个用的部分了，哦，那现在不能再写这样了，他就用这个代替，这样听懂哈？懂。这个西是什么？熟悉的西，哈，熟悉的西呢？我们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呢？把这个没有了，哈，好，所以呢，左右两点先来，再写一竖，完了以后写这一横，然后左笔右笔，接下来写一个心。贴完以后，我不认为你要紧贴着，哦，这边有一点点空间比较好。